腰花有人命，有稳定，无快快心，搁有丰盛的滋味。咱若认咱的罪，伊是真实公义，要赦免咱的罪，洗清咱隆重的不义。请咱起立，三界坐念上帝的十条诫。第一诫，我以我必不贪污来受戒。第二诫，不贪污的贪欲要戒无上，无论天天被天贪欲有罪来受为你，恐怕罪已有重，哪里来的意让他们参与，因我要我必受戒，我们不用问你来受戒的对话，感受到主耶稣无来离开，
因的心中，亲爱的主，恳求你来保守甲看顾，即时恳求圣神来进入我每一个人的心，我来领受王牧师来传讲你天命来的信息。我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圣名来求。阿门。